你来了，导师。头发又翘起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也很疑惑，为什么我拥有如此充沛的元能？或许导师可以找到答案。等到这个世界停止憎恨的那一天，如果真的有那样一天的话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您愿意听听我的愿望吗，导师？在这里待久了会着凉的，导师，我们去船舱里面吧。不知道天空的上方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？